玩东西也要吃哦。老师居然要霸凌我！来吃，我帮他，我在你们两个，没有关系，放尊重嘛，算是。其他那个班长要主持啊，没有，我自己是参加过，在你们所有人中拿完奖。好好 ，OK， 老师真太假了 ，OK OK， 谢谢，老师的。